我就不信你关注完我不买我家粉条子啊，天天我就炖粉条子，不是炖就是吃，你就看这粉条有没有食欲了，想不想吃啊？喜不想喜不喜欢吃啊？降价了，降价了！就咱家这款朝阳六香子的纯水红红薯粉啊，又降价了。哥姐姐、叔叔阿姨啊，实在不好意思了啊。之前呢19.9拍五斤的哥姐姐啊，老弟跟您说声对不起了。现在呢，厂家为了冲刺五月份的销量排行榜，直接给咱拿出点，咱做福利啊，直接给咱卷到了17.9，倒数五斤。另外老弟还挂了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咱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6.9，给咱发整整五斤红薯粉条。咱家这款红薯粉条呢是朝阳六香子的啊，是有宽粉，是有细粉，两个规格可以供大家选择，咱喜欢吃宽粉呢咱就去拍宽粉啊，咱如果喜欢这种细粉的话咱就去拍细粉。并且呢咱家这款红薯粉条呢是一款无添加的红薯粉条啊，它不含明胶，不含食用胶，不含木薯粉啊，是纯纯手工自然晾晒的一款红薯粉。它这个颜色啊就是微微泛黄的一个颜色，好的红薯粉呢都是这种微微泛黄的啊，不是那种白不拉几的，品质呢绝对嘎嘎好。像咱平常炖个小鸡了，炖个豆腐了，炖个肉了啊，炖个小鱼了啊，包个包子了，包个饺子了，怎么搭配呢都是特别好吃。而且呢它煮在锅里啊，不断条，不粘汤，不成坨啊，平常呢咱炒个酸菜粉了，炒个芹菜粉了，都是嘎嘎下饭。它的口感呢就是 QQ 弹弹，软软糯糯啊，爽滑又很筋道的一个口感，嘎嘎好吃。哥姐妹啊，现在呢厂家618大促啊，直接给咱拿出200单做福利，直接卷到了17.9，给咱发五斤啊。另外老弟还挂了一张1块钱的券，咱哥姐姐一定记得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6.9啊，给咱发整整五斤红薯粉条，宽粉细粉可以选择啊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啊，咱赶紧去搂一单。点开下方链接，看一下老弟的券还在不在啊？如果是16.9，给咱发五斤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